南投鳳凰志工在中秋节之前举办中秋晚会，要让大家做伙来过中秋节。晚会中的餐点都是这些志工一个人炸一项，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手落菜，让这个中秋晚会加一份温暖的气氛。那个花花志工真的不简单，二十几种情境，每一种都要会，每一种都做得很熟悉。你不管烧烫伤、溺水的，呼吸道感染的，呼吸道这个畅通的等等，都做得相当好。我看常常你那长信哦，互相在研究情境呢，那个真的我说很感动。为什么感动？因为你们在学习，然后在互相切磋，这个学的把这个情境做得更熟悉，这个出去救人就哇，你要更棒。南投鳳凰志工在每年紧急急救工作比赛当中，成绩都非常的优异。在创伤救护和患病救护这两方面，也常常有演练课程，让他们可以熟练这些技术，提供民众更好的救护品质。欧卡的案件哦，你能够把他救回来啊！哎呀，不管是24小时、48小时、2天，或者出院了以后来感谢你，那个都功德无量。为什么？那个欧卡的案件是他就是右脚已经踏入鬼门关，用你们的技术双手去救人，把他左脚拉回来。那个救得来呢？那个真的不简单啊！我说我们现在整个前线的那个欧卡的救活力啊，一直在提升，一直在提升。今后哈，今后所以除了减轻那个病患的痛苦之外，还可以把他救回来，哇，真的不简单了，功德无量，你们真的是活菩萨哈！有好吃的料理，甲充满爱心的志工，这个中秋晚会，予人感觉非常的温暖。也因为有因的爱心，才会当予民众得到更较好的医疗救护品质。记者魏麦采访报道。